好的，我们来公布沙包上肩第三关 Sandbag Shoulder 的重量哦。我们会有三颗啦，就是会有三颗的重量哦。在女子 U54 公斤量级，第一颗是100磅，第二颗是100磅，第三颗也是100磅。第三关是拼速度，并不是第三个沙包无限上肩啦，看谁能够最快速的完成，然后把力量留在第四关的硬举哦。女子 U63 是100、100、125，女子 U73 是100、125、125磅，然后女子82跟82加的混合量级是100、125、150磅。那男生的话 ，U70、125、150、200，然后男子 U80、150。200、225，然后男子 U90 是200、225跟250，然后男子 U105 是225、250跟250，无限量级105加是250、250、300。把三颗沙包认真的上肩稳定到之后，我们按下码表，看谁是最快最速的赛道。这个是我们这一次2023台湾大力士 Sandbag Shoulder 重量。那欢迎有任何问题，欢迎私讯给我。你觉得太轻或太重，我们都会在未来做更多的微调。所有的 final 的重量一定会在那个细则，在那个 PDF 里面做最完整的呈现哦。Stay tuned， 那我们就给它看下去呗，我们就给它沙包上肩练下去。Yeah, Sandbag Shoulder.